血脂升高是指血中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过高，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。目前病理性的高脂血症的发病机制并不清楚，属于代谢系统的疾病，其病因不可能与遗传饮食习惯、吸烟饮酒、精神紧张等因素有关。对于有遗传性倾向的高血脂的患者，药物治疗无明显的改善，主要通过调节饮食结构来改善，尽可能的不吃或少吃含胆固醇高的食物，如动物的内脏，常吃多纤维的蔬菜瓜果，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，起到抗动脉硬化的作用。